你又要带我来批评乒乓球啊？都说了上次是我状态不好，不是因为球拍的吸水问题吗？那也是一方面原因。你确定要打？输了可别后悔啊。还是你开球吧，省得我开了球你就接不到。不用了。你确定啊？我南大张一鸣的水平你不是没有领教过的。你到底还开不开？ 我都跟你说了，我是南大张一鸣，不要这样看着我，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。我发球了，来呗，你再来。 发球，不信了，来！不玩了。那我赢了。你怎么会乒乓球了？又是突然就会了？都说了上次是我状态不好，这次你的每个球我都用正手拉弧圈球，这样拉出的球连续性好，前冲力强。知道你厉害了。我饿了。那回家吃。家里没水没电，怎么吃啊？那我想办法。 我有钱了，那我们出去奢华一把。好，走。我们可真奢华，泡面都不买袋装的。这样会不会不环保啊？ 你不想上你的时候，总是不想想不环保的事儿了。那我们买个洗碗机，反正过几天我还有奖学金。不买。你怎么老想买这些啊？你看，泡面咱们都买这么多了，米也买了，榨菜也买了，就算世界末日丧尸爆发，我们也能比别人多活半个月。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完全有能力、有环境撑出一个洗碗机。 不买。我早就想研究一下洗碗机的构造了。你看看这个参数，高温70度，杀菌率高达99.99%，买回来咱们不亏的。圆圆跟洗碗机，你选一个吧。真乖。